们要出发新疆了，也好兴奋哦！我觉得兴奋的还有一个理由，是因为我好久没有坐飞机了，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。然后再一件事情，好久没有去录节目了。我们要去的这个城市呢，就是乌鲁木齐。在课本上听过跟看过，是我们从未去过的城市。从未去过的城市，我们的第一次一定要在一起。其实我现在心情会有一半是会担心小朋友，我觉得我可能要降落在新疆的时候比较有感觉。各位看到这儿，你们会以为我们要去很久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，其实只去3天2夜。啊、你干嘛、啊？你搞得好像你去3年呢、欸？太久没出门了，心情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。我也很期待到了新疆，我们的直播间是长什么样。对，我也期待在新疆跳操，不知道海拔有没有高，会不会头晕想吐？一起跟我们开启3天2夜的奇妙新疆之旅，耶！终于到了乌鲁木齐了，耶、Tomorrow. 昨天2点对完东西，然后呢，早上呢，我就是7点多就会起床。跑男应该都是比较运动项目，今天很多运动员来，而且还是现役的。就出来工作，你遇到不一样的人，你就会感受到，其实从你直播几百万到7000万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没有接触其他的人，但是其他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却更多的人认识你。当那空姐啊说她瘦了10斤，她跟我跳了1个多月，在他们都不能飞的时候，后来他们复工了，他们现在就没有办法看直播了。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应该也是要弄一些重播给没有办法跟直播的人。原本他们是说这样的话会让你抖音的在线人数可能会变低，但我后来觉得也无所谓啊，我觉得目的是大家都能够跳到超嘛。出发，走 ，Let's go。干嘛毕业？今天我来奔跑吧踢馆了，准备好接招了吗？充满了热力，谢谢 ，OK，Thank you。好了，完成了今天的任务，我们准备到直播间了。哇，这么大！讲话的时候可以走到这边。亲爱的，哎，怎么样？你一回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很有安排下吗？各种，哎呀呀呀！很有安全感吗？很有。怎么样？我要带这个吗？我们今天吃了好多新疆的西瓜，还有这韩瓜脆的不得了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看镜头。主要我们准备开始了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很兴奋，虽然其实有点累，但是我觉得当直播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充满能量了。呀！Yeah！ 一进来直播间，有没有感觉你们来到了新疆？跟宏教练很辛苦，经历了一整天的跑男的录制之后呢，直接来到现场，然后呢，马上要带大家一起跳操。往外，来踢腿，让我们来欢迎一下非常可爱的许梦桃，掌声欢迎一下！你好，有个跟红的男孩女孩们，大家好， yeah。 我是许梦桃，今天要来跟我们一起跳操。好，我先故意呢给你看跳一个别的女神操，跳完如果你跳得好，就是女神。真的？哎，哎呦！哦耶，很棒，坚持下去，加油！哈！哈哈，加油！很好，再一次，5、6，再 1、2、3。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队员来了，对，也是奥运冠军。有请我的冬奥会搭档吧，高廷宇，
隆重的出场。来，高新宇，去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新宇。今天第二次跳本草纲目了，陪孟桃跳一次，陪听雨跳一次。五、六、七、go， 踢起来，扩展开。还有新疆的朋友们，拜拜！记得按我想看，拜拜。OK， 哎、hey 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The next day， 好了，准备要离开酒店回家了。好短的新疆之旅啊！怎么样？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来了半天，还没好好看过这里的环境。我算是来了新疆了吗？我自我有点怀疑。经过了这个长途的飞机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杭州了。现在呢，小朋友已经睡梦当中了。我已经听说他们好像还给我预备了卡片。他们呢，只要离开我们，就会有感而发，写小妈妈啦，想爸爸啦，写小卡片、小纸条啦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会留在桌上。所以待会回家的时候，我猜他们三个应该会有留小纸条在桌子上。我们待会回去看一下有没有。对对对，好。